前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丹丹老师。在上课之前啊，老师先要说一说我们课堂的安排。什么安排呢？先说我们怎么上我们的视频课。孩子们，在上课之前啊，咱们最好先干嘛？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关上自己的房门，然后让自己的周围都比较安静。老师特别希望每一个同学最好听课的时候自己独自听课，不要有爸爸妈妈的陪伴，因为这样的话就变成爸爸妈妈在听课了，不是你自己听课。一定要争取自己学自己用，然后怎么样，让周围的环境安静下来，然后打开视频，在你的座位边上放两个本子。什么本？一个笔记本，一个错题本。用来干什么呢？因为在我们的课程里呀，会有一些重要的知识点，把重要知识点用笔记记下来，这样日积月累，到最后期末复习的时候，到最后小升初的时候，你只需要用笔记本，你就能知道我们所学的知识是哪些了。除了笔记本之外，还有什么呢？一个错题本。老师会在课堂上让同学们做题，做题的过程中，如果某些题目你做错了的话怎么办？把题目抄在错题本上，过两天之后再把那道题做一做。如果你做对了，那没问题，咱们听明白了。如果还没做对，说明这一块知识呀还有一些缺漏，咱们应该再把视频看一看，争取学的知识里面不能留任何死角。好了，这就是老师需要同学们准备的东西。那孩子们还在干嘛呢？赶紧去准备我们必要的东西吧。准备好必要的东西，那么咱们马上就要开始准备上课啦。好，孩子们，动动鼠标来学习今天这讲。来看一下今天这讲里面会学习什么知识内容呢？跟老师来看导航牌。首先我们会讲大树的认识，以前都学过一些比较小的数，比如说几十、几百、几千、几万，那更大的数我们怎么表示？它里面又有什么知识点呢？老师都会为你一一的讲到。那我们认识完这些数之后呀，咱们还得会对它进行读和写。怎么读？怎么写？里面又有什么易错的地方？老师都会提醒大家。还有什么呢？就是比大小了。一个这个，一个这个，俩数都那么大，但是谁更大呢？讲讲比大小。到最后一个知识点就是数的改写，这些知识我们会在后续的内容一起来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我们来看一下数，大数，咱们得知道数是怎么来的，对不对？先来看黑板上，老师这里串数字，数怎么来的呢？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，远古时期，那个时候呀，人们还是干嘛的呢？穿着草裙的。那个时候呀，已经出现了一些计数的方式，比如说可能会出现两头牛。两头牛怎么表示呢？不好表示。有的人啊特聪明，拿了一块大石头来，用东西在上面刻了两条道，两条道就表示什么呢？两个牛。后来呀，当数量太多的时候，远古人们就会发现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记了，不会了。所以随着人们不断的怎么办，不断的进步，就发明了一些数字。在很早时候，比如说我们的巴比伦时期、中国还有罗马时期，就发明了他们当时自身的一些数字，比如说这些。但是到后来呀，又发现了这是他们国家自己的，别的国家不认识。还有什么呢？就是遇到一些比较大的数的时候，他也没法表示。这时候又有一个数出来了，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一种数字。孩子们猜一猜是什么数呀？是不是阿拉伯数字呀？不就是咱现在学的什么一二三四这样的数，对不对？这样的数就叫做阿拉伯数字。老师有个问题，孩子们，你说阿拉伯数字是哪个国家发明的呀？阿拉伯对吧？这是一个经典的错误答案。很多人都会以为就是阿拉伯人发明的，不是。
最早的阿拉伯数字其实是印度人发明的，但是印度人发明之后，后来阿拉伯人他们学了之后，在阿拉伯国家逐渐的慢慢的大家都在用，所以是在阿拉伯慢慢的发扬光大，所以后来就叫了阿拉伯数字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它最早是印度人发明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来学习这样的阿拉伯数字。这是学什么呢？是学大的数。所以在现在的课本里面，我们把这样的阿拉伯数字叫做什么呢？来跟老师看一下黑板，表示物体个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噔噔噔，就叫做自然数。你看老师这里是不是说了是表示物体个数的呀？那我有一个苹果是不是就是一、嗯、两个苹果就是二，但是老师很崩溃了，我既然没苹果，但是我有这东西，你会发现这有一个小东西我是不是叫做一呀、啊、是。那万一现在老师特别可怜，这一个小东西都给弄没了，那没有东西的时候又应该用多少来表示呢？所以孩子们，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，什么都没有我们是应该用零来表示呀。嗯，所以零就表示什么都没有，那零是自然数嘛。跟老师看黑板，一个物体也没有用零表示，零也是自然数。这个点孩子们应该记下来，因为很多同学会觉得老师好像零不是自然数嘛，记住它就是自然数，现在已经写到了课本里面。好了孩子们，咱们知道自然数之后，继续再来看后面的内容。来看一下我们的知识点一，大数认识三颗星。先来看一个铺垫，那既然咱们都会认数了，你比如说一、十、一百、一千，对吧？嗯，他们之间又是怎么转化的呢？老师相信屏幕前的每个同学现在做这道题应该都会。来看第一个，十个一就是多少？十。十，对吧？嗯，那十个十呢？一百。一百。十个一百呢？一千。那十个一千呢？一万。是一万。嗯，一千万以内的数咱们是不是都学过了？嗯，所以老师把它写一写，看个十百千万，对吧？嗯，你看个十百千万咱们都会，而且个位和十位之间的近率是多少？都是几啊？十。是不是都是十？嗯，它和它之间的近率是十，因为十个一是不是等于十？嗯，十个一，十个十又等于多少？是不是等于一百？是。十个百又等于多少？一千。一千。十个千又等于多少？一万。是不是一万？嗯。所以老师现在问题来了，我先问你什么呢？说呀，那问你多少个一是一百呢？一百个。是一百个一呀、啊。嗯。那一百个一是怎么来的呢？你看，它的近率是十，它的近率是不是也是十？是。从这儿到这儿要一百的话，这两个数之间应该用什么符号来连接？乘号。什么用乘号来连接？嗯，因为每一个十里面是不是都有十个一？是。应该用乘号来连接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孩子们，知道相邻数位之间的近率，要求大的和小的之间的大小关系，是不是就数出它们中间有多少个十，然后再依次相连，是这个程序就可以了。嗯。好了孩子们，来看一下啊，咱们知道呀，以前万以内的近率，那么有什么用呢？对于我们马上要学的万以后的大数之间的转换是有帮助的。好了孩子们，再来，那既然这些万以内的数咱们会认会转化了，咱们也得会干嘛呢？读和写。来看一下黑板上，说以前我们学过万以内的数，比如说精灵王子能做俯卧撑多少次呢？精灵王子太牛了，是咱们网校最帅的老师，最牛的，他能做俯卧撑多少次？孩子们跟老师一块来读一下，954次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会读好牛。说涂老师画过多少个圆圈呢？画过9347个圆圈，对吧？嗯，涂老师特别喜欢指在这儿画圆圈。再来，咱们的大海老师啊，经常被佳佳老师欺负，大海老师被佳佳老师欺负过多少次啊？697次。还有丹丹老师有一次最高的记录是坐在窗前发呆，发了多久的呆呀？1755秒的呆。你看这些万以内的数没问题，咱们既会读又会写，是不是又会转化？嗯。那么万以上的数呢？更大的数呢？
到底有什么知识，和之前的内容又有什么联系？我们马上来看下面的内容。